欢迎回来。白沙屯妈祖即将在12号凌晨起驾，展开9天8夜的进香活动。为了表达欢迎，彰化在地的餐饮业者纠团每天准备400份的餐点，包括了米糕、香菜面包，还有饮料等美食，要送给随行信徒享用。刚好在进香期间碰上了西洋情人节，有信众准备了5000颗的巧克力，要分送给大家。刚蒸好的米糕香喷喷，装进碗里。彰化百年老店为了欢迎白沙屯妈祖，今年要请香灯脚吃免费米糕。我们的老板已经用了5、6年了啦，那今年想说让香灯脚换个口味，送给我们家的油饭。老板和在地餐饮业者纠团合作，在妈祖进香期间，每天免费提供400份餐点，除了米糕，还有香菜面包和咖啡，另外还有200份冰凉银耳露，以及无限量的炸臭豆腐，要填饱随行信徒的五脏庙。响应一下，然后让更多的人出来响应这个爱情。那这次我们跟云林大埔白沙屯妈祖联谊会合作，只要中午休息住假的时间，我们就在旁边发放。今年更吸引其他在地业者加入，合计9天8夜就送超过10000份餐点。刚好绕境期间也碰上西洋情人节，有信众准备5000颗巧克力。这一串就是要送给我们敬爱的白沙屯妈祖。东方文化尬上西方节日，应景吃个巧克力，不止补充糖分，让信徒有体力继续徒步绕境，更要祝福情人节快乐。记者戴荣茂彰化报道。